好吃的。好了，这是你的面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，谢谢啊。这是我今天卖面条的钱，还有一些是扫二维码的。知道，我今天手机都响个不停嘛。哎，该你了。该我什么？你不是说我把所有的面条卖完之后就让我接手面坊？我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说你卖完了，咱们可以继续提这个事儿。爸。好，那爸，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，您的儿子房小龙，也就是我，想认认真真的跟您学做面，待在您的身边。如果你今天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明天再问；如果你明天不同意，那我就后天再问。您看这样行吗？休息去吧。好，那你也早休息。王伯伯，早点休息。以后卖面条不要随便打折，这行还没听过谁打折的。哦，起来。听到没有？爸，你干嘛啊？你要学手艺还是要睡懒觉，自个儿决定。爸，你答应了。4点钟以前到店里，多穿点衣服，别着凉。爸，谢谢爸，我知道了。专心点儿。你这没完了你。你摸我这么多下，我才摸了你两下。你小的时候他就爱玩面粉，玩着玩着满脸都是面粉。你上瘾了，你这，你也上瘾了。小花脸，大花脸，你一团面，两团面，三团面。